觉得只能发廖辉对我来说是有一定遗憾的。然后其实呢，但是后来想想应该算一种成长嘛，因为我觉得我从不圆满的时候也是很好的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激励，然后也是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，然后坚定自己目标，朝着目标方向去奋斗。因为上海站这个是个分站赛嘛，上海站跑完了，接下来还有新加坡跟仁川站，我也是希望能够做好准备，然后去创造属于自己最好的时机。目标肯定是世界纪录嘛，我会朝那个方向走，因为其实离世界纪录线就是差那么0.1几、0.2几。对，其实新奥运周期还有4年嘛，对我来说还蛮久的，我也希望能够在就是接下来4年中去成长，然后去为下一届的。